果我可以在 The Style 里面做设计师的话，要我打杂我也愿意。你要拿我的身份证就好了。你好，我是25岁的李淑珍。哎呦，我是34岁的老女人啦，哪里像啊？设计部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你准备好过苦日子吧。Yes， 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25岁的李淑珍。毕设练习生台视东森联合献映。